啊，大家好，我是李诞。今天这个阵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大家也看到了。啊 ，Rock 海源两个板凳队员进入个首发阵容，是吧？池子呢，因为伤病困扰，不能出战啊，真的是伤病困扰。因为池子从来不看足球，这次为了写稿呢，把中国队的比赛啊集中看了一下，孩子就崩溃了，是吧？真的受不了那个打击。问我，看完以后问我，一旦网上说的都是真的啊，真的会输给泰国队？就是那个萨瓦迪卡人很温柔的泰国吗？会被叙利亚逼平？就是那个连年战火的叙利亚吗？他们还有心情踢球啊？我说这叙利亚是没有心情踢球，一听说踢中国队，哎，是吧？没有人打他吧？然后这个板凳队员海源刚才也说了，是我们的编剧，这次除了自己要上场，还负责跟冯潇霆对稿，也很辛苦。跟冯潇霆对稿去见他嘛，一进门碰到个椅子，把冯潇霆脚给砸了。这冯潇霆人家很大度，没事。海源说：“这怎么能没事？你是国脚，你怎么连个椅子都防不住？”脚砸挺黑呀、啊，然后海源就很生气，转身就要走，然后 Rock 在旁边，哎，海源干什么？你往哪儿？海源，你别走那边啊，你走冯潇霆这边，这边空荡大。这个黄健翔老师，这迄今呢已经解说过现场直播比赛超过2000场，而我们记得的只有那一场。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啊，一直是很关注国足，对吧？黄老师在这个微博上发微博啊，说这个国足打进世界杯他就裸奔，这极大的打击了国足队员的斗志。这冯潇霆站在赛场上，看着对面冲过来的前锋，脑海中都是你白花花胖乎乎的身影。在那一刻啊，他灵魂附体，他继承了中国队光荣的传统，放弃了防守，这个黄健翔这些年从央视辞职以后也挺不顺的，后来去过凤凰卫视做个档脱口秀，收视率堪比天气预报，也不容易啊。后来去这个什么 CSPN， 让人拖欠工资200多万，前年时来运转，终于是在这个乐视体育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节目，后来的事儿呢，大家也都知道了。在黄健翔的关注下，中国足球没有冲出亚洲，贾跃亭先生冲出了亚洲啊！笑林丹啊，这个世界冠军确实，我就是我偶像啊，不是，他在我脑海中一直是一个半裸的形象，你们有这种感觉吗？就这一句话，半裸，然后这个我确实小时候很崇拜他，我也喜欢羽毛球。小时候？怎么了？他你没听说吗？人林毅文都好多年了，人打运动员出道早，我小时候就很羡慕他，就想打羽毛球，然后结果我是内蒙的吧，内蒙的自然环境呢，扼杀了我的羽毛梦，是吧？风太大，是吧？我的对手经常有来自大自然的祝福，打不过。关键是我赢了以后吧，我真是没法撕碎上衣，是吧？太冷，是吧？羊皮我也撕不动，对不对？放弃了。这个林丹呢和冯潇霆在运动员里收入都算是顶级水平，那得多少钱？俩人加一起都没有 Miss 挣得多。Miss 人家真的。那么有钱、啊、哎，人家是劳动所得是吧，人家签约费，直播签约费就1亿，很多人现在质疑游戏主播，说哎，怎么那么多刷礼物，怎么回事，就没什么，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，很正常，就这个看直播刷礼物的这个风气啊，在国足很早90年代的时候直播就有了，真的，那个时候国足一直播踢比赛，楼上都是刷礼物的，刷一个暖壶，啊，刷一个电视，刷一个鲜活的生命啊！开开，这这
开玩笑是吧？就怎么会输个球，球迷就跳个舞，不应该是吧？球员才应该。张腾岳老师，走进科学的主持人，跟这个胡可啊、李湘都是同班同学，这就非常不科学了，是吧？为什么你老化得如此严重，而事业又是如此的稚嫩，是吧？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？请收看本期《走进科学之同学为何不同命》啊。这两位张老师，这是当年《今日说法》《走进科学》，那都是，对吧？王牌节目，真的是好节目。但我就觉得这两个节目啊，都很适合请国足去上一下。走进科学，就科学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在比赛的最后时刻，吴伟要丢掉球权，给了叙利亚一个任意球的机会。啊，这个今日说法好好说一说，就是被叙利亚扳平，我们失去了世界杯的资格之后，咱们到底能不能判处吴伟15日以下行政拘留？啊，对，我你别生气啊，这冯潇霆你也不要难过，很正常，这谁还没有个失误的时候，对吧？你们也尽力了。这每个足球队它有不同的风格，人家巴西队也是桑巴，什么灵动，是吧？这个什么德国队就是什么啊，有纪律铁血，中国队很尽力，真的很尽力。哎，踢球的就态度是好的，是吧？我也特别不明白，大家总看国足比赛啊，输了又生气啊，这那的，你不看不行吗？不看不行吗？然后很多人说我们热爱足球，这更荒谬。你热爱足球看中国足球，就好像你热爱科学但选择看走进科学一样。挺好，不合逻辑是吧？我真的是，我就不看足球，是吧？要不我就心理健康。但是我经常看一些新闻，其实我感觉啊，我真的个人感觉，我觉得中国足球这两年发展的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就是像那个冯潇霆他们那个恒大啊，亚冠，人家有那个教练也厉害，又出来很多球星，啊，球迷也喜欢，啊，那个市场也好，俱乐部做的也好，说明我们国家还是有热爱足球的人啊，也有踢得好的人，也有能把足球做得好的俱乐部。我觉得这个不比中国队踢进了世界杯意义小，是吧？说明这个事儿，足球这个事儿在中国变得很健康、很繁荣，啊，所以在最后呢，也希望冯潇霆把我刚才这一波马屁，逐字逐句的告诉许家印先生，就是除了这个足球俱乐部，也可以考虑投资两个脱口秀俱乐部，好吧？谢谢大家。